Hello， 大家好，妮妮要教大家怎么边玩游戏边赚钱。最近蛮流行虚拟货币的，现在告诉大家有一个新的虚拟货币叫做 Deep Coin， 它现在目前的汇率是100 Deep Coin 换算约15台币，不过汇率可能会变动哦。没想到呢，玩游戏竟然可以收集虚拟货币，大家是不是很好奇哪款游戏呢？就是 Playing Mining Puzzle 之夜神传说，它呢是一款简单刺激的消除游戏哦。开始玩游戏之前呢，最重要的就是要注册，首先是钱包平台 Digital Arts 阿选。就算游戏每周排名在前面，但没有钱包就没有办法领奖金，所以记得创建钱包哦。接下来呢，第二个是注册游戏平台 Playing Mining。接下来呢，我教大家这个游戏怎么玩。很简单呢，只要点击相同的方块，让它消除，在次数内就能将所有的 Deep Coin 标志掉落，就能通过关卡。另外，游戏内都会举办得分排名，都会根据名次给予 Deep Coin， 可以额外获得 Deep Coin 哦。奖金第一名有高达4万 Deep Coin 耶！就算挤不上前几名没关系，也可以有特殊号赚奖金哦。如果运气好呢，落在隐藏的特殊号，卡片不强，还是可以拿到大笔奖金哦。最新的奖金资讯呢，再请看官网咯。如果想购买新卡片，游戏右上角有一个马上购买，点击后会到钱包平台，这里有许多卡片在拍卖。现在目前还有新注册活动哦，只要加入游戏注册并完成钱包，就可以获得500 Deep Coin 哦。下方有妮妮的专属游戏连接，快点加入和我一起玩吧。